薛老五牛肉面，今天是周二的快几点了？晚上傍晚七点多，还在吃晚饭。多少人？山西临汾，哪儿坐的？全是人，人山人海都来吃美食。看，就是一碗面，薛老五面。准确的说是薛老五牛肉丸子面。我们进来以后没位置，才等了有差不多十分钟，现在就在等这个桌子，我们就坐在这个桌子旁边吃，然后就要等到了。我要的微微辣，这个挺适合我们北方人的口味。第二天早上，橘子酒店。2024年5月22日，这个是在山西临汾。这个是橘子酒店，早餐。我觉得这个酒店的早餐也不错，另外住的这个性价比吧，比前面住那个五星的要合适的多。前面那个跟做生意一样，一晚上很贵啊，然后这个觉得比较适合我们这个小小的家庭旅游啊，这样子比较经济实惠一些。